如果有一日你哋解散，你哋会变成点呢？我想会好像失恋咁咯，做蠢事又冇人陪，想挣扎又冇人鼓励，又开心嘢都冇人听，伤心都冇人安慰。我希望在我的心脏足够强壮之前，我哋唔会解散。如果爆红同埋组团系冇可能同时发生嘅，你会点样拣啊？我会拣组团，因为我想象唔到如果冇同伴嘅支持嘅话，我哋喺台上面赢到嘅掌声仲有啲乜嘢意义？我会选择组团。拣爆红，爆红，我想红。红咗之后再同翻我哋合作咯。我有信心同我嘅队友谂法一致，因为我哋心灵相通噶嘛。Hey you。每一个人都试过生活被友情完全占据，个 friend 失恋嗰阵时仲惨过自己失恋，个 friend 开心自己笑得比佢更加大声，估唔到入咗女团，竟然有一种重新过翻高中生活嘅感觉啊！我要俾心机追到佢哋，好热血啊！即使几唔愿意做嘅事，有朋友一齐，就会将苦差变成容易完成嘅目标。跳啦！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